别因为塔扎维许的美景而分心，忘了我们的目的。我们应该可以谈谈其他方案。没有讨论空间，我可以使用致命武力。我只给你最棒的东西。你还真是会讨价还价。正好找上了你，放下所有违禁品。是谁触发了警报？城里有入侵者，活不了多久的。这群厨师，我们不得不这么做。不幸的是，我们引起了佐商集团的愤怒。我们需要收集城里的大集团签名，才能去找索利亚。要是他逃到你的世界，他就会得到他觊觎许久的那些宝物。还有什么事？奥弥萨的绿洲，塔扎维许最迷人的场所，只要得到老板的青睐，就能得到奥商集团的签名。邀请函呢？佐格隆，我们的交情已经好到不用这东西了吧？滚吧，流浪汉。没关系，有很多门路可以成功。我们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。世界里一定有人拥有我们要找的东西。这个地方有无穷的机会。这些商品期待下次光临。
这些商品你还真是会讨价还价，厉害。这些商品里面有你喜欢的吗？祝你玩得愉快。叫音乐，这也叫音乐，滚下舞台。我想观众已经听够了。我想观众已经听够了。奥弥撒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我跟朋友来这里是想……啊，下一组乐团已经到了，请上台。别忘记，只要……啊，下面一位，机会上门了，好好表演，就能得到奥弥撒的青睐。请为接下来的音乐演出热烈鼓掌。滚下舞台。大家别冲动，这里可不是捣乱的地方。滚下舞台。你们不会希望我插手的。你们会破坏生意。游戏时间结束了。很久没看到这么激烈的表演了，要是再来一场，我的店可受不了。奥弥撒，非常抱歉，我们急需你的签名。我的确有注意到索商集团的秘密交易，我愿意帮你们签名，只要你们别再来这里搞破坏。我在这里有朋友，他或许能拿到佐商集团的签名。谁来帮帮我？这地方一团乱。等等，那是谁？巴辛呢？
上权的货物要先分类。第十三回有液体的包裹。谢谢你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乱的收发室。不管你是谁，我们都很欢迎。我们现在需要佐商集团的签名。你是说这个？地上到处都是，自己拿吧。啊，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现在我要想办法回艾泽拉斯，但首先我要改善一下这里的流程。接下来是你们千呼万唤的东西，据说是被恶魔诅咒的湮灭之风。从5000元开始竞标，有人出5000吗？有。有6000的吗？有。6000。我需要有东西来分散注意力，最好是有尖牙的。这头野兽绝对能胜任。那头野兽怎么逃出笼子了？展示过程若发生任何肢体损失，西商集团概不负责。横冲直撞的野兽毁了你的生活吗？找我们准没错。请看我的助手启动生灵堡百位机兵，并调整至最大破坏力。操作非常简单，连泥掘者也能控制。我苏醒了，消灭所有人。笨蛋，把它关掉。它失控了。机会来了，那斧头是我的了。他们以为这种可变像是转轮能阻止我？真是可悲。用歼灭。好了。来妈妈这里吗？哦不，诅咒是真的！我要杀遍所有界域！你救了我们的动物，应该说剩下的动物。不过是绝手之劳，我们只需要西商集团的签名就行了。如果能让你离开的话，签个名也算是个合理的交易。我们收集完签名了，最好别让索利亚等太久了。索利亚，抱歉打扰了，看来我们来的时机不太对呀。亚尔达利，我怎么去哪都甩不掉你这个小人。索利亚，听我说，你寻找的文物只会带来痛苦。就算痛苦，但是有力量。我要离开塔扎维许一趟，但你们的旅程到此为止了。死吧，敌众我寡。故计时机分析极短，背负我的耻辱。索利亚或许抢先一步，但是他留下了残影，我们可以跟着他的踪迹。抱歉，宇宙间的反冲力有点强，我已经尽可能接近他了。索利亚一定就在附近，要打赌的话，我会压前面的北约。
哈，亚尔达里，你掌控不了力量，你们的集团向来都做不到。空有力量却没有，那就来看看你的智慧要怎么对抗泰坦之力。你们没有资格拿取这些物品，你亵渎了这个地方。那个东西会终结你们。索利亚的傲慢会害死自己。我很累。啊，真是辛苦的旅程，但是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。啊，你还真是擅长找到奇特的文物。这是在黑暗帝国的遗迹发现的，对吧？你一眼就能看出宝藏，却笨到不知道要远离它。抱歉，船长，请把你的怒火转向我的同伴。你们惹错海盗了。我们的船长是条龙。我们的船长是条龙。谁把他们的舌头拔下来，就赏一下。你们不了解。你一定要死缠烂打吗？你控制不了这股力量的，那个文物应该保存在博物馆。只有衰老跟死亡的东西才要进博物馆，像是你的集团。你的集团灰飞烟灭了，我要带领我的集团发光发热。我会彻底消灭你。多么庞大的力量，屈服于索商集团吧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反抗我的下场就是灭亡。你什么都不是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反抗我的下场就是灭亡。下场就是灭亡。你什么都不是。反抗我的下场就是灭亡。